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这个抱歉哈，刚刚有点情况啊。我们这个《弟子规》跟大家一起交流探讨，进入这个景的部分。那承德这一个部分修得不好啊，都会出状况啊。这个是佛菩萨加持啊，督促自己呢做事要更严谨才行啊。那我们上一次呢，探讨到的是对饮食勿拣择，食适可，勿过则。我们佛门呢，有一个词啊，叫立誓念心。立誓，经历事情，经历境界呀、来练自己这颗心。当然了，不能练出轮回性造轮回业了。像对饮食啊，拣择的话，就练出分别执着心了。我们所谓人生难得啊，佛法难闻啊，净土法门难遇啊。彭基兴居士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这一日"。所以，这一生最重大的呢，就是了脱生死轮回啊，去做佛啊。所以我们在课程当中啊，常跟大家提到偶益大师的净色名四条啊。第一条呢，就是净土为归啊，归宿。归心似箭，也是我们这一生的终极目标啊！那我们起心动念、一言一行啊，要跟这个目标相应了。老和尚说了，轮回心修什么样的法都不能往生。那我们想一想啊，什么时候会起轮回心呢？面对境界的时候，所以吃东西的时候容易起分别执着心了。穿衣服的时候也很容易起分别执着心了所以我们出家人的衣服很少，基本上就那几件穿。这样会减少分别执着的心那我们看这个佛门吃饭的时候啊，食存五官所以这个是提醒啊，在吃饭这个境缘呢，不能起贪心啊，贪心是执着而要起啊。菩提心呢？所以吃饭可以练出菩提心来哦。劝发菩提心文说，妄思菩提心，修诸善法，是名魔业啊。大家觉得这一句教诲重不重要啊？我想看到这一句，这是《华严经》说的。谁想要修成魔业？谁想要再轮回呢？我想都不愿意了。这句点出来呀、修行呢要成就啊，菩提心要发而且要保持它。
所以斋堂有十存五观呢，这个就是保持住菩提心、感恩的心。因为我们的贪心是很容易起来的，所以有这些提醒啊，我们就不容易在这个境界当中啊染着啊。你看还没开始吃啊，进去了叫五官堂啊。有些道场啊会把这五官呢写出来啊，计供多少，量彼来处啊。存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不能起贪心的啊。正视良药，未疗辛苦哦，而且在吃的时候警觉性要高啊，我有病啊，我得吃药啊，我是有病的人啊，我怎么让自己康复啊？哦，所以在吃的时候就要想到，到极乐世界都不用吃啦。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饮食，食无食者，是吧？不用再吃饭了，诸位忍者啊，以后都不用吃饭了，大家觉得好不好啊？大家想一想，吃饭一天三餐呢，光吃要花多少时间呢？假如还要加上还得做饭啊，哎呀，真是啊，起了厌离娑婆的心啊，愿生极乐的心啊，这个用功啊，让这个念佛的功夫不间断了啊，光是这个吃饭就是个挑战了啊，所以正视良药，未疗辛苦啊。所以这个臭皮囊啊，还得伺候啊，得把这个臭皮囊舍掉啊，要取清虚之身，无极之体啊，要换个金刚不坏身。哇，你看吃这一餐都是觉悟的在吃了啊。然后未成道业，方受此时啊。那各行各业来成就的这一餐呢，我得好好办到啊。不辜负大家成就这一餐呢，也可以以功德啊来回向给一切成就这一餐的人。哇，那大家用这个心境吃饭呢，广结法缘了。好所以用这样的心情吃饭呢，你去了极乐世界，再回来的时候啊，娑婆界很多众生跟你有缘的啊。除其本愿为众生故啊。这个就是悲心深切啊。希望啊往生之后赶快回娑婆界帮助众生。那因为回来就不一样了，阿弥陀佛加持了，披红四海啊，教化一切有情，揭发信心啊。我念到这里挺高兴的，我看你们的表情好像是入了禅定了啊。修菩提恨，行普贤道。大家好，阿弥陀佛，抱歉了，刚刚断线了。
这一堂课我有点讲不下去了哈、再讲几个呢，结果你看状况百出啊，哦，不过啊，我感觉啊，一犯这些错呢，有这么多人看到啊，印象深刻，嗯，啊，这应该是代表我挺有福报的哈。我以前听过啊，一个格言说的，一个人犯点小错啊，马上就被爸爸长辈看到了，这个人是有福气的哦。假如他动了小聪明，结果都没人发现呢，他又觉得自己很厉害的话呢，那往后他就越走越偏了。所以这个上井这一部分呢，自己多出状况啊，就要好好警惕了哦。好，幸好这个不是上了国家电视台啊，不然这个我看就前面的努力都game over 了哈。好。那个刚刚提到了这个是十八愿里面讲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他等于悲心切呀，往生之后呢，希望赶快回来。那我想。在座啊，应该很多仁者都有这样的慈悲心。那现在吃饭的时候啊，就在广结善缘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维过啊？一餐饭呢，有多少个行业投入在里面，多少人成就的这些因缘？那我们有这一颗啊，报他们恩的心呢？那这一年心啊，都跟他们结上缘了。那无量寿经当中提到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是阿弥陀佛在因地的修行了。其实这一句啊，就是修行的总纲领了。就如同啊，老和尚讲经当中啊，出现频率最多的其中一句了。六根接触六尘，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一句话就是老和尚常说的会修行，你会吗？就看这一句了。就是六根接触六尘，我们能够啊，不去分别，不去执着，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我们一对这个相啊，取相分别了。产生这些分别执着念呢那这就造轮回业了这个跟我们的净土违规啊这个就背道而驰了所以我们修行的人随时要看看呢我的努力跟这个目标啊相不相应而且我们看到这一句啊，古人说到了，祸从口出啊，这个下一个单元信都谈言语了，病从口入，所以健康跟饮食啊息息相关呢。
啊，假如我们拣择了偏食了，啊，甚至于喜欢的是暴饮暴食啊，狼吞虎咽呢，把胃都搞坏掉了。哦，那一偏食呢，啊，这个营养啊不均衡，身体啊衰弱了，肥胖了，这些种种问题都会出来。哦，我们现在文明病啊越来越多啊。啊，所以首先这个怎么护念好自己啊，这个谨的句子都很重要啊。啊，而且呢这一些习惯呢、啊、要从小养成，就利益他一生呢，没有养成呢，那可能会误了一生。哦，所以我们把《弟子规》这些句子真正用心啊引导孩子了，真的，父母老师啊就是孩子一生的贵人啊，甚至当主管的啊，我也看过啊一个台湾的企业家啊，他是做茶的啊，那后来呢，他到了漳州发展。哦，发展得很好。哎，他都教员工啊《三字经》《弟子规》啊，教他们做人做事啊。啊，那这个是以父母的心啊来做领导了。啊，而且他自己啊小时候也学过诗书啊，用闽南话讲汉儿啊。啊，读这些经典啊都是用闽南话读的，啊，都有押韵的啊，啊，我们叫诵读，啊，所以老师们呢，啊，有时候一些啊，这个唐诗啊，啊，或者是一些经典啊，《弟子规》《三字经》其实都可以用诵读的，啊，大家做过三十系念吧？啊，啊，你看那个调。啊，悟道法师他们做的时候有用过的调，弟子规圣人训，说孝悌次景行，妨碍众恶亲仁，有余力则学问，啊，用这个韵呢来读呢，小孩子很容易记诵，啊，啊，你看像三字经，啊，有一些地区有推广母语教学啊，啊，每一个地方的地方话其实都含摄着祖先的教诲在其中。哦，像我们提到物畏难呢、啊，啊，哎，天生我材必有用啊，啊，哎，这个是李白说的啊，你看我们福建的祖先就有讲了。一枝草，一点露，天无绝人之路啊！哎，这个韵呢、啊，念起来都很有味道啊！千万呢、啊，啊，这么美的闽南话，不要断在我们的手上啊！哎，真水啊！哎呀，福建话真水啊，很美哦，我们有责任的、啊。把它传下去啊！看，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过不教，性乃迁。哎，这个都可以唱了啊！大家看得出来，我在当老师的时候还要去学闽南语的哦。嗯，哦，因为。从俚语里面呢、啊，可以感觉到啊，祖先的智慧。好、哦，好，那啊，这个刚刚啊，我们提到了啊，这个病从口入啊。哦，所以这个句子啊
我们关照起来，用在自己身上啊，甚至于用在学生的身上啊，包含员工的身上啊，用父母的心啊来对待员工啊，你在当领导的时候啊，都是积功累德啊。在哪里行菩萨道啊？在每个行业，甚至在每个扮演的角色上，其实就是你用真心呢，做什么都是积功累德了。你是用有求的心呢，有贪嗔痴慢在里面呢，那这个就不是功德了。所以菩萨道啊，没有离开我们的工作啊，也没有离开当前的一念心、当前的一言一行当中。好，所以我们学完这一句了，我们要变成了会修行的人了。在境界当中不要拣择了。外在物质的享受啊，顺其自然，够用就好，不去分别执着，不去拣择，甚至于呢，人事环境啊，也练不挑境界，假如这个我们呢，一挑境界呀，又不是我们能选择的，我们的烦恼就起来了。所以这个菩提道上呢，这个不挑境界必考题呀。这个我们在上级下属甚至我们所带的学生，我们能不挑境界，安住当下，真诚去对待立事练心啊，我们就练出不分别不执着的心了，我们的境界就在这个境缘里面呢，向上提升了。就像有一个老师跟陈德分享的他对一个学生啊，快要失去耐性了，打算放弃了。突然起了一个念头假如他是我儿子啊，我会怎么做马上那个很不好的情绪啊，就转过来了。你看他那一念就是不去分别了。他本有的爱心啊，又提起来了。好，我们看下一句啊，年方少，勿饮酒，饮酒醉啊，醉也为愁。这些句子啊，都是生活的规范让陈德想到师长呢在讲了凡四训的时候有提到这个行善十个纲领啊，其中有一个纲领是总持法门叫爱敬存心这总持法门呢，代表所有的经句教诲啊，都是在这个纲领之下。比方说我们看这个对饮食物拣择啊，是不是自爱啊？是不是尊重自己啊？你不能不尊重这个身体啊！当我们
去让孩子养成不挑食的习惯，那我们是不是爱敬这个孩子，这个学生呢？哦，所以这个爱敬存心啊，自爱爱人，自度度人呢、啊？哦，啊，像这个年方少勿饮酒啊，饮酒醉醉为丑啊。他从小，假如饮酒养成这个坏习惯了，哦，那一喝过了。啊，他言行举止的就很失礼了，啊，就让人家瞧不起了，啊，失态了，哦，所以这一句啊，首先呢，啊，我们要懂得啊，尊重自己，啊，注意自己的形象。啊，我们不注重自己的形象啊，人家就看不起我们了。啊，自重而后人重啊，自敬而后人敬。哦，所以啊，《论语》当中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自己不尊重自己啊，那你在人群当中要有威信呢、啊，很困难的。哦，所以我们不养成这个会让自己丑态百出的习惯。哦，啊，喝酒是一点的。哦，你比方说我们言语的习惯，啊，言语啊没有分寸，啊，甚至哎讲一些啊很轻浮的话。啊，或者不雅的一些笑话，啊，其实这个都是不尊重自己的，啊，其实也不尊重别人的，啊，好，哦，所以这个我们学《弟子规》啊，它每个经句呢，哎，能够拉回来。修正自己的心啊，其实这每一句啊，哎，都很有受用啊，啊，这叫全修在性，要全性起修啊。我们老和尚是学华严的哦，我们是他的学生呢，也要学得像他啊。华严的教义啊，啊，你修学的方法全修在性啊，比方说。我们这个井里面这些句子，哎，你能知道哇？他这一提醒我不要分别，不要执着。哎，那不是吃东西的时候才不分别不执着啊？应该是一切时候啊！哇，那你从一个经句里面呢，体会到不分别不执着，你就可以入一切境界了，就全性又起修了。在一切境界里面修了、哦、就好像后面句子提到、哦、这个勿见欲勿避矣，诶，为什么勿见欲呢、哦、因为你要进门啊、哦、那个门都有一个欲啊、哦、你要跨过去，你踩在上面呢，假如你鞋子有土啊，哦，那个玉上面呢就脏了，哦，那古代穿的啊、哦，就像这个我们出家人穿的这个衣服是古代的衣服啊，啊、哦，像汉服一样了，哦，那这个衣服是长的呢，啊、哦，你把这个玉呢，啊、哦，那个门槛呢。你给他踩脏了，下一个人一进门了，你就把人家的衣服给弄脏了。哦，那我们假如用心去体会这一句了，哦，那代表，哎，我做的哪一个动作啊，都不要去
恼害到别人，不要去给人不好的影响。比方，有这个同修观察到老和尚，只要用过了牙签，老和尚会弄一些这个卫生纸啊，在这个牙签的前方包一下，因为老人家怕人家在收拾的时候啊，被牙签给吃到了，代表老人家很敏锐啊，这个牙签可能会去吃到别人。同样的，我们做任何一个动作，养成像老人家这样的习惯，那我这个不能去踩门槛了，弄脏人家的衣服了，或者，我们去公共厕所间呢，离开的时候要冲水啊，洗干净啊，不然下一个人来了，都发臭了，你影响到后面的人了，这个替人想的心呢，从这些经句当中体悟到了，再把它用到一些境缘当中了，东方中华文明的学法强调的是领悟啊，他不是学知识啊，不是死记硬背的，他是心法。每一句我们学到很重要的心境了，自爱自敬，像这一句也是爱人，也是敬人的，年方少勿饮酒啊，饮酒醉最为丑啊。因为假如饮酒过度了，常常造成了开车事故，甚至伤害到别人的生命了。你看我们不自爱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去伤害到别人了。所以要避免呢，养成这种喝酒的习惯呢。我们再看下一句啊，不从容，立端正，依身缘，拜恭敬。我们听老和尚也讲，八万四千法门呢，都是修禅定。大家听过这一句吧？定呢是枢纽，因戒得定啊，因定才能开智慧，所以一个人假如不定啊，那他的智慧是出不来的，好，那什么时候在练定啊？这一句就提醒我们了，走路的时候啊，要定啊，穿衣吃饭要不要定啊？你吃饭都很慌张啊，这个心都是不定的了。好像之前有跟大家提过啊，老和尚讲的。修行人呢，面对境界要清楚。那我们一听完老和尚这一句教诲啊，那我们首先要问自己啊，我面对境界清不清楚？这个佛弟子啊，受三皈啊，皈依啊，这个住世三宝呢，
它表的是自性三宝啊，佛宝表的是皈依自性觉，那觉就是在一切境界要清楚才是觉的。哎，那我师父领进门了，修行靠个人了。哎，刚刚说到说面对境界要清楚啊，所以我们在使用润的时候啊，也面对境界也要清楚啊，要清楚那个麦克风啊，还有那个摄像头有没有关呢、啊？假如呢，这个忽略了这个情况，你到时候刚好在骂小孩啊，一下子全天下的都知道了哈、这个形象啊，你比方陈德假如啊，刚好。这个麦克风没有关了、影像没有关啊，刚好做了一件跟弟子规完全违背的事情啊，可能我就要退出江湖了，是吧？所以谨慎为保家之本，不止保家呢，保自身呢，保自己啊，在人群当中的性这个威信了哈、好哦，那这个刚刚跟大家问到了你修行靠个人了，那老和尚教面对境界要清楚啊，那我们有没有去思维怎么在境界当中才能清楚？我觉得想不清楚了，我有没有问人呢？请教人呢？诸位仁者啊，大家希不希望啊，我们的学生心有疑随杂技，救人问求却意，大家希不希望？我得跟你们互动一下，你们禅定功夫太高啊。得先初定一下哈、好，抱歉，我这里没有引磬哈，一般引磬还是比较好一点哈、这是弘一大师呢，请这个广清老和尚初定的方法，敲了一下引磬哈、这是我们佛门的一个公案哈，好。那我们希望啊，我们的学生啊都能心有救人问求却意啊，等我们身教得先做好了。那这个要问自己喽。我自己有没有心有疑随杂技，救人问求却意啊？假如自己没有啊，哪怕在开解这一段的时候啊，那个摄受力跟我们是这么做啊不一样的、而且我们教学的人修行的人，我们的敏锐度啊观照力要强啊，我们自己有没有在讲一段道理的时候觉得心里有点虚虚的啊、有点讲不下去了啊。就像我今天也有点讲不下去了哈、你看换了地方啊，没有什么这个景当中啊，你要我们说 double check 啊，就要重复确认啊，这个七个及时里面讲及时确认。上个礼拜上课了啊，我就想了，应该知道了啊，但是呢，你
你刚到啊，你很清楚啊，人家当地的工作人员不一定很清楚啊。为什么？因为我有一些课要摄像啊，有一些课不用啊。所以人家也不一定能马上能很准确呀、啊。又想着，哎呀，上个礼拜有录像了吧？应该知道了。哇，你看来了，哎，人家以为不用录像了，你看上了 Room 又断了，因为用的不是自己的电脑，还会有状况出现，这个时候就要想到老和尚说的，真忏悔，祸不再造。要汲取经验呢、啊，教训呢、啊，所以能够在经历的每件事啊，自己做人做事啊，能够越来越稳妥，越谨慎呢、啊，所以也才是啊，在立事练心呢、啊，好。所以今天很抱歉哈、做了反面的呈现啊，这个大家引以为戒那这个身教啊还是很重要最近也常跟大家探讨一个重点。叫佛法管用我也记得很清楚啊。当初听老和尚讲经，老和尚说到了佛法是最现实的假如学它没有用那学它做什么？佛法是大用无方啊。你学一句可以用在哪里？用在当下，你看，比方佛法讲万法因缘生，那请问这一句话在哪里？一切始，一切处了。你要看清一件事，你从因缘去看。你要看清一个人，你从因缘去看。你看像这个我们人生比方说男子做生意啊，哇，你要找合作伙伴啊，要很慎重啊，你找错了。可能毁了你几十年的努力了，所以你看人要准确的。那怎么看？每个人都从因缘来的了。他的家庭背景、成长环境、学校受的影响。甚至于是整个社会，毕竟我们是在这个因缘里面成长，或多或少都影响了，这样你就会客观了，因为佛门有一个词叫爱缘慈悲，每个人，你这生遇到的亲戚朋友过去生就见过了，所以是因缘再接上来了。不是说你以前不认识他，那你假如过去生跟他缘比较好那你要看清楚他就不容易了。好恶之其恶，恶恶之其美者，天下鲜矣了。所以大学里面还
举了例子啊，人莫知其子之恶啊。哦，你对你孩子的那个感情很重啊，你看孩子就不客观了。慈母都败子了。哦，人莫知其苗之硕。我们有那个贪，哇，我要更多更多的，觉得哎呀，怎么长那么少？其实自己的这个粮食已经长得比别人好了，还觉得少了。所以这个佛法真的很好用啊。你看，你人生最关键的时候都要冷静、客观观察因缘啊，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啊，都要客观、冷静用因缘去看啊。你理智了，就不容易陷在业力里面了啊，不然就在劫难逃了。那这个处理事啊，对我们现在来讲啊，特别重要啊，因为啊，从因缘看呢，大家都不是从小学的了哦，所以啊，现在说做事很靠谱啊的人。比例都不算太高了。哦，所以你要随时去应变事情的。哦，那这个佛门讲的菩萨四德啊，真的是很重要。随缘，每天发生的境界都是缘呢。妙用，心不能动。不能起情绪，才能在这个境界当中啊，得到自受用跟他受用了。不然情绪一起啊，自他都在这一件事当中堕落了。哦，可是一个人要在境界当中不起情绪啊，不被境界转，那他平常的定力就要培养了。平常心都是散乱的，突然遇到事还定得下来，不大可能的。哦，养兵千日，用在一时啊，这个意思就是境界现前的时候了。哦，所以啊，随忙随闲不离弥陀名号啊，行住坐卧穿衣吃饭啊，这佛号都要提起来。哦，所以老和尚说啊，这个要妙用，妙得起来啊，就这句阿弥陀佛不能断了。啊，一不念佛啊，就打妄想，就分别执着做主了。好，第二是威仪住持有则德，身教。其实我们在面对一件事的时候啊，我们情绪会起得很大，就是一直在盯着对方或者相关的人的错。假如我们能关照，哎，我自己的身教做得怎么样？我有没有不够的地方？一关，很可能都有啊，这个气就会下来了。我们就一直记得别人错啊，别人太可恶了，他才会往情绪才会往上，一觉得自己身教不够的人，不好意思了，降下来了。所以这个菩萨四德啊，这能自我关照啊，很有受用啊。哦，而且你经历的每件事就是道场了，就是在办道了，就是在这个因缘里面呢，自他提升了。那最后第三是柔和直直摄身德，是言教了。第四普待众生受苦德啊，这就要有耐性了。现在处理人事问题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定要有耐性。就像
一个人身体啊出了情况，他从因缘去看呢、啊，哇，那这个应该是种种因素没有注意啊造成的结果了。啊，你不可能起一个心呢、啊，啊，我吃两帖药就全好了，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了。哦，而且治病啊。主要还要靠自己调养啊，药是一个真上缘的 啊。今天我们一些思想状态、行为、生活作息习惯都没有改，你再好的医生呢，他帮的也打折扣了。哦，现在什么情况都要多管齐下啊，把。不好的因缘要转掉，要改成好的因跟缘呢、啊。哦，不管是身体的问题啊，人事的问题啊，啊，就慢慢能够转过来了。哦，而这个普代众生受苦德啊，就很有耐性了。可是我们现在啊，容易浮躁。你一浮躁说要有耐心就很困难了。哦，那一浮躁啊，你的脑子就不容易冷静了。哦，所以古人说面对境界怎么清楚啊？公身明，大公无私，不要偏私。啊、哦，诚身明，真诚，不要对人有成见。你有成见，人家的优点呢，你完全看不到了，而且那缺点还给人家放大了。哦，再来从容生命。啊，哦，那我们假如善于体会的，哦，那我在什么时候练无私，练真诚？练从容呢，是吧？这些理呀、啊，要跟事结合起来了。哦，哦，那这个不从容啊，立端正。我们这个不从容，就不能只是体会到哦，走路的时候要从容，不要急。你可以把从这个走路啊，再延伸开来了。你看，缓接连，物有声呢、啊。这个都不能急躁，宽转弯，勿触人啊！啊，其实就是小俄语第一句话：一切言动都要安详啊！啊，时差久错啊，只为慌张。好、哦，那在座诸位忍者啊，有没有以前的性格啊？哎，是比较急的。哦，后来呢，下了功夫，哎，现在比较不急了。可不可以，请您现身说法？哦，哎。怎么把这个急啊对治？哦，佛法八万四千法人都是在对治烦恼的啊，六度都是对治啊。哦，所以我们修行人要养成呢对治自己烦恼习气的态度啊。像我小时候吝啬啊，我就要用布施去对治。啊，哎，忍辱啊，对治嗔恚；精进对治懈怠了。好、啊，禅定对治散乱；愚痴啊，这个智慧对治愚痴了。嗯，好，哎，那个有没有哪一位忍者准备好了？哈、啊，
好啊，这个大家不要有压力啊，我也不勉强他人啊，因为勉强他人就有控制的念头啊。不过你下一次愿意分享，可以举手啊，随时欢迎大家哈。因为要把法布施啊变成习惯了。佛法这些教诲啊，我们都要把它变成习惯了。这个六度啊，也是要变成习惯了。我还没重伤，就有勇夫出来了哈。当然这个感谢啊。这个我们黄老师啊，一看他举手就知道他的性格比较仗义哈，他看我唱独角戏，他马上就举手了哈。来，有请黄晨宇老师啊。哎，麻烦那个麦克风给他开一下。黄老师，你们那边看，那边可能收讯不是很稳。黄老师，你那里这样听得到吗？哦，现在可以了，可以了。OK。现在还不是很清楚呢。那个声音有点回音。大家今天有没有感觉有点无常啊？现在可以了吗？可以的，可以的，请说。各位同修大 A 正在分享，在旁边就是会比较 哎，他麦克风被关掉了。好，请说。法师跟各位同仁大家好，我是后学是黄晨宇。那其实我从小到大的个性都非常的急，所以就是后学的母亲很常跟我讲四个字，就是急事要缓办。就是如果你越急的事情的时候，你不能太急着去办，因为那个欲速则不达，见小利而忘大义。所以后学就是透过读诵经典的方式，那后学都有在阅读这个六祖大师法宝堂经中宝本，所以后学就是跟大家念一段，我自己有时候会拿来提醒自己的一句话，就是这一句话哦，就是那个"不见一法存无间，大势浮云遮日面"。不知一法守空知，还如太虚生闪电。此知之见瞥然心，错认何曾解方便？汝当一念自知非，自己灵光常显现。就是这个是这个六祖大师他在开示的那个偈语。那我自己不是什么法师的功力。我不会解经，但是我自己在读这一段话的时候，我有时候跟自己讲是说，你越急的事情就把它当做天上的浮云一样，就让它飘啊飘啊飘啊飘，然后你自己还是要脚踏实地的去做，就是这个时候你可以静下心来，就念佛号静下心来之后，
你的那个就会头脑就会豁然开朗。然后如果越级的事情，就内心就是一直念阿弥陀佛，我相信就是可以受到提。好像麦克风啊，好像被关掉了。哎，麻烦工作人员哈，黄老师的麦克风关了。啊，请说。请问我说到哪个地方了？都还没有开始说吗？有，就说到好像就是要提起阿弥陀佛佛号啊。哦，好。然后提起阿弥陀佛佛号，诶，那老师，我有念六祖大师法宝堂经的偈语跟大家分享了吗？有哦，念的念的。好。然后就是后来。除了是提起佛号之外，然后就是要设身处地的去替对方着想，是说，如果我今天在他的一个角色的话，我该怎么去做？我不喜欢人家太逼着我嘛，就是相煎何太急，就是不要咄咄逼人。然后后来就是这方面的话，后来就会慢慢的改进，就变得比较和缓。不然我小时候的时候。就是个性非常的猛烈型的，对。然后最近还在调伏自己内心的一些习气，然后希望就是可以多多益善的跟大家分享。谢谢大家，这是以上是我的分享。阿弥陀佛。谢谢黄老师。对，谢谢。谢谢。老和尚就讲到我们修学成就啊，要主动学习啊，主动啊突破自己啊。这个孔子在《论语》当中有提到啊，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啊！啊，这个如之何就是该怎么办？所以可以感觉啊，这个黄老师他在对峙自己的问题呀，他还是很主动去找方法啊，像他刚刚应该是念了一段六祖坛经的话啊，是吗？哈。哎，老和尚曾经讲过六祖坛经，哎，那个我们净宗学会有印哦，大家可以去请一本回来啊。坛经里面很多教诲啊，跟修行都密切相关啊，都是很重要的指导。哦，还有坛经里面讲，不能只记得那一句“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哦，还有像常见自己过，与道即相当。哦，所以知过很重要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过，啊，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啊，这唐寅是啊，真一孤了。这些都跟修行啊很相关。哦，那他以这些京剧啊，不断提醒自己，古人也都是这样下功夫哈。我们都听过汤之盘铭曰：“汤王在他洗脸盆上刻了‘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时提醒自己。”有时候我常会这么思考啊，古人的根基比我好太多了，他们都要这样用才能成就道业。那我现在假如不效法他们呢，那我应该是门都没有了，是不可能能，就
不退步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要说进步了，因为不进则退呀。所以这个修行靠个人啊，这个如是何如是何，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怎么去突破啊？怎么去解决问题啊？这个态度啊提得起来，我们才能突破自己坏的习性。就像景这一部分也提到物畏难。你会畏难，那就不会主动去解决问题，去突破习气了。而且啊，畏难就会往后退了。实在讲啊，我们能退到哪里去啊？你退的事都是轮回的事了。轮回到最后就是死路一条，能退到哪里去啊？就要面对境界啊，去突破啊，去提升啊。所以这个修行也是改性格的过程了啊。性格比较急了，要调伏了。那诸位忍者啊，大家看我这个身材啊，应该也能判断出来我的性格也比较急。那这个现在呢有改善一些的首先呢最要感谢的是老和尚。因为我这个急的性格不改啊，我很难听他老人家讲经啊。因为听的心情啊，要跟他老人家的音声要这个频率要慢慢靠近了。听着听着，他的音声的摄受啊，让自己的心也慢慢在听的过程呢，会比较能够安定下来。那有警觉到了，修行是一切时一切处了。那调伏这个急躁啊，也要在一切时一切处了。那讲话凡道至，重且疏，勿急急，勿模糊。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中道到哪在哪里啊？这个衣贵且不贵华啊。你要中道啊，你吃东西对饮食勿拣择，也要循中道啊，讲话也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了，都要适中，那这个走路啊。一切的言语行动啊，就提醒自己不能着急。来慢慢的呢，警觉性就高了。而且能感觉到啊，我们自己一急啊，就影响别人。别人的表情啊，也会透出被我们影响的状态。自他不恶，不要给人家不好的影响。能够从容安详了，我们在应对因缘呢，才不会失当，才不会事后啊又非常后悔，哎呀，我怎么讲错话了，做错事情了，所以面对境界清楚啊，这个从容很重要。那刚刚黄老师啊，他给我们展现了要去对峙。所以
我们落实弟子规每一句啊，都要突破我们的惯性，我们才能改变那个习惯呢。哦，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我们要用身教影响学生，啊、哦，要心有疑随杂技，救人问求确意。哎，那我们自己首先以身作则了，那你真的要做到这一点呢？那要突破，哎，不好意思问人，这要突破啊。哎，还要有耐性的啊，一有疑问呢，当下把它记下来。哎，有一个小本子记下来。哎，你要有这些配套的习惯呢，才能把这个经句落实的养成了。这样我们弟子规每一句也才能以身作则，太动啊。嗯，好。哦，那立端正、哦、是一种啊安定身心的好方法。哦，这个我们都要去感受。哦，就是我们用心去感受的时候啊，我们就越愿意依教奉行啊，因为不立端正呢，哎，你会觉得这个腰啊、背啊就很容易酸了、疼了，哎，但是你一立直了，哎，好像那个血液循环呢，就感觉就很好啊，也给人一种顶天立地的正气啊，嘿。这个自己感觉深刻了，就会鞭策自己呀、啊，去坚持了。好、哦，那依身缘，拜恭敬，好、哦，这个作揖啊，叩拜啊，这个是古时候的礼节啊、哦有些人这个批评。啊，这些经句都过时了，啊，那这个批评是没有必要的啊，啊，因为这个成书的年代是在清朝嘛，哦、啊，我们也了解古代的状况，哦、啊，而且，啊，传统文化是这个历久弥新，古为今用嘛。啊，它的原理原则啊是不会变的。啊，就好像一棵5000年的大树啊，啊，它那个树干没有变的、啊。哎，可是它每一年都发新枝啊。可是每一年这些新芽、新叶、新枝不都是从这个干吸收营养上来的吗？没有分开啊，啊、哦，好，好、哦，那当然我们也要有应这个时代的一种灵活敏锐啊、哦，哦，不要这已经是这个时代的啊、哦，还叫小孩子要照古人啊、哦、去礼拜，那这个就不是很妥了，哎。哦，那这个作揖叩拜啊，注重的是内心的恭敬。哦，那我们现在是鞠躬咯。哦，那我们也有内心的恭敬啊。哦，那这个躬鞠下去啊，就很谦卑，礼敬他人。哦，洗礼啊，是为了修身。啊，借由外在这些礼节、啊、修养自己这颗恭敬的心、哦、而且是学习、啊、身心合一表里一如的沉静态度、哦
这个好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啊，过犹待百步余，哎，这个也是一个礼节。好，哎，我们在做的过程，很恭敬啊，而且啊，很尊重这一个亲戚朋友啊，甚至是啊，很深的一种情谊，哎，目送他离开。哦，哎，你这个动作跟心呢、啊，它是表里一如的。啊、哦，《无量寿经》当中说的“言行中性，表里相应”。哦，哎，假如这个我们做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内心啊不相应了，那这么学啊，那可能学成应付了，虚伪了。哦，就好像啊，今天在服务业，哦，客人来了，哇，鞠躬90度，啊，客人过了，客人没看到的时候，又是另外一张嘴脸了、啊。哦，那这个对修身呢，反而是一种障碍了。哦，这个练习啊，表里如一啊，还是很重要。啊，尤其啊，我们修行呢是要啊练出真心来，啊，真心是真诚，啊，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啊。那等于是说呢，真诚呢就不虚伪，那等于做任何事啊都不应付啊、哦，所以大学里面谈到诚意啊，所谓诚其意者，物自欺也啊、自己表里不相应啊，就在欺骗自己了哦，而且我们看到。这个诚意啊，下功夫在，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啊。慎独的功夫才能练出表里相应了、啊。哦。哦，那这个慎独当中啊，啊，大学那一篇经说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言乎啊、哎！纵使身边没有任何人呢、啊，自己的态度就好像啊，哎，十个眼睛看着我了，十只手指指着我了，啊、哦，那我就不会说没人的时候就很放任自己了，哎，这是慎独啊。这一段好像是曾子说的啊，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实啊，我们读过《无量寿经》的，我们起个念头啊，何止是十目看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清净海会众菩萨，没有一个人没看到、没听到。哎，所以老法师有说啊，他当时候读《无量寿经》读到这一品的时候啊，汗毛都竖起来了。啊，诸位仁者，您读到这一品的时候，读到这一句的时候啊，汗毛有没有竖起来？哦，哎呀，我现在还是。没人看到的时候还做这个坏事，到时候要去极乐世界见到那么多菩萨，说：“哎呦，你那时候这个啊、哦，我们小时候，哎，长辈都说：‘哎呀，这样太羞脸了，是吧？’嗯，不好意思啊，会惭愧啊。哎，惭愧是善根哦，
惭愧奋发了，改过了，不能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了，要练这个表里相应的，做任何动作啊都是真心做的，恭敬心做的，没有做表面的，没有应付。念佛也是啊，不能念得有口无心啊，在那应付。哎呀，早课我做了，晚课我也做了。要真诚。不自欺，不欺人，不能去骗佛菩萨。那夏老说啊，念佛要法只有一念真诚。所以真诚心念佛很重要。不能口念弥陀心散乱，这个就对阿弥陀佛不真诚的。字句啊真诚的念。一字一句啊都很清楚。跟阿弥陀佛的这个频道就接上了。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只有一念真诚，而且悟见断，悟分别而已啊。一见断呢、这个须臾被念佛之心呢、刹那即结业之所了、然后悟分别、不要去分别执着、但只老实念去就好了、好，那我们看下一句讲的悟见欲、这个是为接下来的人、不要弄脏了别人的衣服的下摆了。务必淫。这个必淫啊是一只脚斜站着，给人啊懒散不净的印象。这个也是不自净了。所以大家看这些句子也都没有离开自爱爱人，自敬敬人了。这个总持法门。积聚啊是坐的时候两脚张的像本机。这就很难看的。当然尤其啊女孩子张的很大，这个就让人看的就不庄严了。当然男孩子也是齁。摇臂啊是抖腿了。摇臀呢、就显得轻浮不庄重。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自己会不会有这个摇臂的动作啊、这个都自己警觉性都要高哦。我也见过学佛的还是会摇的哦。而且心行一如啊，这些行为会出现呢、一定是心还是不安定。你看一个心安定的人会不会去听摇滚乐、他一听一定很难受了，马上关掉了。心很浮动啊，才会跟这些音乐相应。心很安定啊，你喜欢听古琴曲了。这个曲子相应了。我们都要从自己的一言一动啊来关照到自己心的偏颇处，才能去修正了、修行了。好，所以《弟子规》这个颈部分这些句子，我们
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去落实啊，改掉本来的坏习惯，啊，纠正这些不雅观的举止，哦，那就会在食衣住行上啊，处处养成合理，这个度掌握得好啊，还有正确的这些姿势、姿态，啊，那就赢得别人的尊重了，啊，好，下个礼拜啊，跟下下礼拜呢，陈德刚好啊，要参与这个在马来西亚办的大专营啊，大专汉学营啊，这个是由至善基金会啊来主办。那因为啊，我们这个地点呢，芙蓉弥陀村呢，它那个网路啊还没有签好哦，所以真的进去呢就没有办法跟大家上课程，所以下个礼拜跟下下礼拜啊，陈德邀请呢，赵小龙老师啊，来跟大家上增广贤文，因为呢，这都是属于圣学根之根的经典，老法师说，小学学做人，教材呢，圣学根之根。中学学做事，四书五经，大学学为政，是群书治要，那这增广贤文，也是根之根当中的一部经典，那因为这个赵老师他也是长期给大众上增广贤文，还有百家姓，还有最近他也常看这个老和尚推荐的道德丛书，里面好多因果的故事啊都记载的很详尽，哪一年的康熙，哪一年呢，明朝哪一年呢，都记得很清楚，是这样的因果故事啊也能取信于人，我们请他来，他长期讲课的一些重点呢，跟大家来，分享，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先交流到这里，再次，这个给大家致歉啊，今天出了一些情况，谢谢大家的参与，阿弥陀佛。